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即将要加入我们千人牌子的好朋友，大家需要一组非常帅气迷人的教练来当你们的暖身老师吗？需要的话尖叫声来一下。是的，所有现场的朋友，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年的代言人 Special， 谢谢。这个型男帅男歌手，等一下大家请大家小心小心哦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今天要化为身为我们的跳绳代言人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健身暖身老师了。在上台之前，是不是也先请我们 Special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Special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伦。大家好，我是洪正。大家好，我是伟静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翔。大家好，我是 Evan。大家好，我是 Teddy。大家好，我是丰田。我们之前呢也有看到 Special 在影片当中的跳绳真的是非常的厉害，而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先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跳绳。其实除了这个直接跳之外，还有很多不一样花俏的招式，是不是？请陈翔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？没错没错，我们可以就是随便归类就有四种不一样的跳。哦哟，哪些呢？第一个就是原地跳。原地跳应该大家都会吧，是不是？还有我们很习惯的原地跳，还有就是可以一边步跳一边跑步一边跳，还有一边跑步跳，要怎么来跑步跳呢？那怎么跑步跳？有没有人要示范一下？跑步跳，马上和泰迪跟伟静，跑步跳的伟静，泰迪你确定？哎呦，你也要是不是？然后后退一点，加入了加入了，确定你要哈？挑战一下，你要哦，那我再远一点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伟静跳绳超强的，所以 Teddy 要加入行列了。好，跑步跳，一二三，呜，耶耶耶！哎呦，哎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呦，伟静，伟静刚不是这样子，他现在就不服输。耶，呜，还蛮不错，而且速度还很快耶。所以这是跑步跳。哇，刚刚本来想说慢慢，原来还有加快版本，之后难度也不简单。他自己加的，他附加的。因为就想要跟他那个尬一下，就想要跟 Teddy 尬一下就对了。今天刚刚练习的时候发生一点小插曲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跑步跳，所以刚刚他可能看到我加速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掉，因为他刚刚在里面练习完全是完全不会跳。好。所以刚才看到他这么会跳，我就激起我的那个斗志了。对对对，是两个心机的。所以 Teddy 刚在里面是假装不会跳吗？临时看到我们现场那么多可爱的粉丝，就什么都会了。好，那我们除了跑步跳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很多种，就是其实就是还有很多，就像什么金鸡独立那种金鸡独立，这个我会，这个谁来？这个我可以，李伦 OK， 找一人跟我吧，谁？好，阿本，好，哎呦，阿本跟李伦的心，哎呦，现场还要这样子就去气势一下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掌声！先右脚吗？右脚哪只脚知道吗？右脚，右脚是吃饭那一只脚，吃饭用脚吗？好，右边，右边，所以左边翘起来，用右脚站。好，开始，呜，哎呦不错哎，速度也还好哎，想要跟我一样。加快，欲速则不达，就这个意思。对，欲速则不达，不要学伟静啦。对，稳稳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换左脚。哦哟，左脚也不错哎。呜，所以反而是阿本的金鸡独立很强哦。哇，厉害厉害。好，那我们除了跑步跳、金鸡独跳，还有另外一种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那种左右跳。左右跳听起来就有点难度了。左右跳，我可以请谁来示范？我可以挑战。哥，你要翘皮吗？翘皮吗？要翘皮。可爱哦，我不是一直都是这个路线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洪正跟丰田要来挑战左右跳了。哦哟，想要看翘皮版的洪正跟丰田的话，掌声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哎呦，丰田偷练，准备好，请开始。呜，刚刚要跳之前内八一下，不错哎，怎么有一种很妩媚的感觉在？卡哇伊，不别苗头了，耶，超可爱的，两个人都跳起来一种优雅的感觉。
对战呢、欸，我们是的，漂亮哥。对，所以呢，在到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三种的跳法呢，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练习看看了。而这一次很高兴由 Special 来担任我们的活动代言人啦。之前看到大家在拍摄跳绳的这一支这个介绍带当中，哎，每一个人都有介绍跳绳跟运动的好处。不知道在拍摄过程有没有什么样觉得很难忘的过程呢？我们先请洪正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？难忘的过程哦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可能是沟通上没做好。哦，怎么说？我们就是在一个操场上跳绳，嗯，然后就说要拍我们跳绳，对，我们就这样跳跳跳跳跳，后来发现怎么哪里怪怪的，是哪边怪呢？表情怪怪的，为何？你是怎么表情？因为它会变成慢动作，对，它在播的时候变慢动作，但我们在录的时候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很专心的在说，哎，我这样子跳起来会不会看到？然后还要看脚这样子，对，结果脸部表情都是这样。因为顾着耍那些花招怎样的，而且我们不知道是慢动作，所以你只要一眨眼，那个瞬间就会被放很大，就变到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狰狞的不得了，哎，还蛮可爱的。所以后来知道会有 slow motion， 就要从头帅气到尾。对啊，我们请伟俊示范一下，从头到尾帅气的，然后又要跳绳，好，哎，来一下，我想看你左右跳。想看我左右跳，左右跳还要从头帅到尾的表情、哦。因为如果他是说要从头帅到尾，你脸就已经要先变了，有没有？已经变了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有很帅吗？已经变得 有精神一点，不要人身攻击哦，变得有精神一点，好，变了。好，要很有精神的表情，好震惊的表情哦。还记得微笑，心机太重了，你心机太重了。所以我发现在那边表情，然后我自己不知道在跳什么。一般很认真就这样跳，就是超心机很重要，微笑这样从头跳到尾，哇，这就是艺人的专业度在了。好了，那。